漫步》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，主持啤李林康正，同你分析时事，狂追猛打。好，翻嚟嗱，本来咧我哋咧就会有条片嘅，咁但系因为我哋冇做直播啦，咁啊于是乎咧，咁我哋就情情啊都 upload 唔到呢条片啦，我哋自己睇咗啦。条片系讲咩咧？系喺应该系落马洲嗰个巴士站，应该早两日大家睇到啊，有两个香港嘅公公婆婆，咁啊行上准备上车 ，OK， 个片一开始咧就见到有个职员，即系车站嘅职员 ，OK。就跌低咗喺嗰個巴上巴士嘅樓梯度 ，OK， 咁就話係嗰兩個公公婆婆拱去嘅，就話咧嗰兩個公公婆婆排隊，即係唔排隊，大家知。咁啊，九巴回應就話咧，喂，唔該各位乘客要真係遵守秩序，要排隊嘅 ，OK。咁啊，那個公公婆婆咧，有冇排隊呢？咁我相信喺條片啊睇得好清楚啦，佢哋係冇排隊嘅，因為個婆婆話：，好多老人家都係咁啦，係嘛？第啲老人家，你又唔講喎，次次都得啦，嗱，呢啲真係叫廢腦邏輯。次次都得，即係次次都唔排隊。嗱，次次你或者有啲其他老人家唔排隊，人哋廢撚事出聲見你幾廿歲 ，OK， 於是乎咧，你就以為老鳳可以，恃老賣老喎，恃老賣老，老撚土。好啦，但係嗰個巴士嗱，嗰、那個係站長啊，唔係車長，係跌撚咗喺地下，話嗰個老公公、老婆婆拱跌去，要報警，叫個車長唔好俾佢哋上車，唔好開車。嗱，我覺得呢個 over 咗嘅 ，over 咗乜嘢咧？呢、這個老公公婆婆冇排隊，冚家產嘅肯定。但係咧，嗱，一個睇唔到佢哋拱佢個動作，可能有啲掂到嘅，掂到。嗰條友咧就相爺咁大隻嘅。就即刻碌地，話你哦，你襲擊我，你擁跌我。嗱，如果真係擁你，你擁跌咗你咧，咁 OK， 我同你道歉可以。如果唔係嘅，亦都冇必要真係做到咁樣咯。嗱，你可以屌柒佢，甚至乎報警，因為佢唔排隊。但係就唔好啊，即係屌你明我意思啊？你有睇嗰段片啦？喂，佢七啊幾歐嗰、那個阿叔，屌到尾冚家產心馬仔咁撚樣，鄧基層咁撚樣，你係相爺咁嘅款，然後你瞓喺地下，哇！你擁跌我呀，你襲擊我點啊？就冇必要一單還一單，不過佢話佢唔排隊，屌鳩佢啊！咁後來點樣處理咧，就唔知啦。好啦，另外咧，嗱，我哋播幅相睇下先。另外一單嘢啊，我哋講埋呢單嘢咧，我就去我哋最喜愛嘅性交轉運啦。我哋播張相俾大家睇下先。嗱，有港男咧就出咗條片 ，OK， 就話咧佢搭地鐵嘅時候咧，有個阿叔咁樣擺只腳上去 ，OK。所以佢話實在睇唔過眼，於是乎咧，佢又將呢條片擺上嚟，希望咧 ，OK 提醒大家人搭交通工具嘅時候要時刻注意自己自身行為，避免影響其他嘅乘客。好，我哋翻翻嚟嗱，其實你不能夠話呢個叫做高進嘅網友錯嘅，我哋睇咩事先？係啊，高進佢話咧嗱，有拍片嘅港林話佢近日咧搭港鐵嘅時候。目睹一名大叔坐喺近門口嘅位置，但係大就將身體打橫，將左腳放上座位上面，一人霸三個位，哦，即係好似頭先嗰張相咁啦，一定唔啱噶啦。架車行駛途中，有乘客上車需要坐低嘅時候咧，大叔咧係有主動將腳放低，而且示意對方可以坐嗰張凳。但係當乘客落車之後咧，佢又將只腳擺翻上座位。拍片嘅港男高進就向香港另一報料。直斥對方行為缺德，佢又話唔係第一次見到呢個大叔噶啦，不過睇唔過眼，所以拍片嚟記錄低，希望藉此提醒他人乘坐公共交通嘅時候要時刻注意自己嘅行為。好啦，嗱，我其實咧睇呢樣嘢咧，先唔好講個大叔嗰度先，咁點解你唔屌柒佢或者話叔叔唔好咁樣啦？我避免爭拗啦，我去公審人。其實你喺呢一方面，起碼呢個高進咧，你話係幾撚？你唔好以為自己係正義嘅，係幾縮骨。我唔用怯懦啦，好縮骨。哎呀，屌你老母！即係等於我喺街，我都唔知試過幾多次。屌有啲大是大非阿公嘅嘢，冇人出聲嘅喎。我出完聲，啲人咁樣，我話啊好嘢啊，哥哥好撚嘢，屌！但佢唔會出聲。我哋呢咪笨柒咯，我哋呢啲係笨柒啦。第二嗱，後來咧，因為呢條片咧，
我冇播出嚟啊！呢條片咧就零一喺佢嗰個 studio 度，即係喺個報紙度播出嚟嘅。嗱、我唔係話呢個大叔啱，原來呢個大叔咧，嗱佢擺一腳上去，不斷咯按壓你左腳，都有佢自己都有講嘅。呢個係個報道啊講嘅，有男仔帶個女童上嚟咧，大叔主動放低腳，示對方可以就坐。OK， 男子亦都向大叔表達謝意，而且大叔仲有個拍下張凳嘅動作，因為係污糟啊。咁、但係咧，大叔擺一腳落嚟之後咧，原來係左腳咧都仍然係屈唔到嘅喎。佢咁樣擺上去啊，掹過咁樣擺度，即係擺翻落凳咧，佢都係咁學按嘅。嗱、如果咁樣睇咧，似乎呢個大叔隻左腳係有啲問題，有啲唔舒服，佢屈唔到。OK， 所以咧咁樣佢可能會舒服啲啊。嗱，我唔係話咁樣啱，你畢竟你隻腳對鞋有污糟，係會令到張凳咧都污糟嘅。但係我喺成我睇我睇曬條片，人哋未行到埋嚟，佢就擺啲隻腳屎人哋坐可以坐低，人哋嗰個哥哥同埋個小妹妹都有唔該叔叔，佢擺翻隻腳落嚟嘅時候咧，原來佢真係喺度喺隻腳係有問題嘅。喂，咁我覺得如果去到咁嘅情形，嗱你自己拍條片噶嘛，你係咪考量下？唔使擺條片上公審人咩？下下可唔可以同我叔叔講咧？細細聲啦，阿叔叔啊，喂，你腳唔舒服啊，不過都唔好咁擺上去啦。諸如此類啦，可以係咪有啲第二啲做法咧？係嘛？呢、這個就似乎唔係我哋見開一般嘅刁民啊！我唔係話啱啊嚇，啊，因畢竟我係公眾地方公家嘅啊，屌你咁你走去公審人，其實我都覺得好撚似冷啊！即係唔需要啦，呢啲環境嘅係嘛啊？咁當然啦，即係其實。如果你個擺低落嚟都係可以擺到嘅，你唔係擺唔到啊嘛，咁亦都冇必要擺上張凳度，所以舒服啲，有病啦定係點？冇需要嘅。好啦，屌你老母係，就係我成日同啲網友講，我同工作講，香港真係一街都係錢，一街都係女人，一街都係錢同女人。啊，真係㗎，你夠膽就得㗎啦。嗱，呢個肯去報警 ，OK， 於是乎警方就將啲不法之徒啊拉咗。你唔報警嘅，無論黃高，好啦，性交轉運，一名女子誤信一個聲稱可以提供塔羅占卜服務嘅 IG 帳戶，獲得安排同占卜師會面，對方要求呢個女子同佢進行性行為轉運，之後再誘騙受害人開設高回報嘅投資户口，令到佢唔見咗40萬。這個占假嘅占卜師。嗱，唔知係咪真定假嘅喎？嚇，食碎滋味，要求再度搏嘢，同埋加大投資金額。女方受害人覺得，咦，唔通我俾人呃？於是乎報警。嗱，首先喺佢投資之前咧，已經俾人嚼撚咗㗎啦。甚至乎嚼完之後呃咗40萬，佢可能都知道自己賴嘢，但係都未 confirm。到咗條友食碎滋味，再喂再執多劑，再要加大投資額，佢先 confirm 自己係俾人呃。先去報警，咁你話啦，幾撚大鑊啊！我又唔想用啊，唔抵可憐，但係我同大家講，即係你點能夠會相信性交轉運咧？呢、這個世界上嚇、你話要轉運嘅，你起碼要同個好運嘅人搏嘢啊！但係好運嘅人，只要你閪黑，譬如我啤你咁，屌你老母閪！啱啱講你啊！屌你老母條女啲食得過喎！屌你老母閪細細粒，屌你乜骨細多肉！啱啱想嚼你，點解喺度捉下捉下做乜撚嘢？冇啊！我屌你老母，其實我掛住個爸爸，我爹哋屌你上個月屌你老母閪行下街啊，俾人哋屌你老母跌咗個花盆落嚟，屌你老母嗰個，屌你老母嗰個，屌你老母嗰個花盆啊！啲碎片啊，吉嘢吉撚死咗個老豆啊！後屘抽搐喎。嗰陣，哎呀，咁啲人死不能復生，你已經開始有少少倒胃口啦。跟住啊，我同阿姨丈啊、大姨就話最錫我哋，我老豆一唔喺度啊，佢哋即刻變曬面啦，我哋爭幾萬蚊啊，做埋啲後事啊，都借唔到啊。而家我哋就跪你，屌你老母，我就借財仔啊。跟住仲諗緊聽日屌啊，如果我哋再唔還就淋我紅油，哇！屌你老母又俾人淋紅油，你去到你都大倒胃口啦。用乜嘢我一執撚完你一劑，屌你老母你同我借啊？又或者好撚直接地？屌你老母！你嘢都喺運道俾我啊，係嘛？所以邊有咁撚戇鳩人？但係就係有。Okay. 好啦，警方經過調查之後，就用涉假藉口、虛假藉口嘅涉嫌，以虛假藉口出使他人作出非法嘅性行為。
其實呢個題呢條運呢條罪啊，我已經講好多次，唔再講。但係以虛假藉口促使他人作非法的性行為咧，呢、這個條法例本身個用詞都好撚神奇。乜嘢叫非法嘅性行為咧？嗱，佢哋兩個人都係合年紀嘅，又冇強迫嘅，嗰、那個咧係合法嘅行為。你應該呢條法例應該係寫以虛假藉口促使他人作出性行為，咁就係非法㗎啦。啊 ，OK。同埋串謀詐騙，拘捕假扮呢個占卜師嘅38歲本地男子。喂，其實占卜師唔使攞牌嘅喎，佢未必係假扮嘅喎，佢可能真係占卜師，不過佢呃鳩人啫嘛。占卜師都可以呃鳩人㗎，即係等於你差人都可以打老母一樣㗎，係嘛？好啦，咁啊，以及涉嫌操控啊，呢個涉案嘅 IG 帳户一個25歲本地女子，搜查位於觀塘一棟商業大廈3個單位，警方相信咧。呢、這個犯罪集團營運1個月，暫時不知道有冇其他受害者牽涉在內，會繼續調查。屌兩條友，又話係咩團伙集團啊 ？OK， 好啦，警方星期四上個禮拜四啊，晚上7點接獲一個32歲嘅女受害人。咦，32歲，有好多後生仔覺得係老啦，其實就即係成年女仔啦，成 lady 嚟嘅呢個。OK， 報案，佢話喺一個聲稱可以提供占卜服務嘅 IG 帳戶介紹底下。認識了一名自稱占卜師的男子，如果男人跟他說可以透過博嘢改變你的命運，就是沒錯，就是坊間說的性交轉運。欸，你不要怕，你是不是覺得我騙夠你？其實性交轉運的而且確是有根有強的。拿一大疊東西出來，屌你老母閪，你那本書好像我們那本白字書那麼厚，這樣厚，這些你可以慢慢看，你不信的話點解你哋會有戒心呢？因為好多人咧就利用呢一種法門，呢個雙修之術去呃神騙鬼，所以反而令到好多咧，屌你老尾人好多女士嚇、啊，明明能夠應該嚇，即係啊，仲、就是啊、叫得到救贖嘅、嗯，反而屌你揦撚咗嘢，嗰啲冚家產我哋真係非，即係我哋呢啲咁樣嘅唔要面嘅啊騙徒，令到我哋呢個乜乜門，但係真係屌好撚似冷。好啦，咁佢已經咧去到咧由全面否定變成半信半疑，半信半疑嘅都係。喂、嗯，嗱、啊，你而家跟住一定係噶啦，屌你老尾！一係你有鬼纏身，又會有人信喎；惡魔喺後面，一係你又至陰，你唔知犯過咩妖，又話可以又得嘅，再唔係，哇、啊，冇難搞難搞，因為你真係欺病毒，好撚欺黑。你呢排你係咪頭頭碰著黑咧？喂，又係喎。是不是事事不信心啊？是啊，是不是男朋友啊？跟你感情有些拗撬啊？是啊，屋企人想不是挺體諒你的嘛？老闆好了，是，喂，是啊，師傅，當然啦，你是病毒，這個運你真的難搞，你只能夠找一個，啊，道家有講有過有噏啦，大輪，印度教咯，婆羅門教都出埋嚟喎，又唔夠佢講，即係等於嗰啲美國嗰啲左膠啊，啲即係嗰啲我所謂嘅自由主義者，用一啲咧。屌你老母！你聽落去又好似識，又好似唔識，好撚生，好撚奸劫嘅。屌你中唔好講英文啊，中文都得啊。屌你老尾！喂，嗱呢一個係屌你老尾喺呢個啊2024年嘅後現代。屌你老母！你叫後現代，你已經勾撚曬頭啦，係嘛？好啦，嗱，只有個屌你老母純陽，屌你老尾嘅男士先能夠幫你同佢搏嘢，先能夠幫到你嚇。呢、這個純陽嘅男士，屌你咪一定要佢有正氣，嗱佢又係咁撚嘢，屌你老咪陽時又有良年，又屌你咪陽黑，初八係啦，屌你老母，跟住你係呢、這個唔知乜嘢正陽，又係正陽之時，仲要食，仲要整個年色喎，屌你老擺夠幾個正陽果，即係我哋嗰啲土啊，其實即係水蜜桃啊，屌你老母大食3個，然後搏嘢，咁就乜撚嘢啦？佢話，但係難就難在。屌你老母！你去邊度揾我咁樣嘅正陽之時啊？阿小姐，師傅咁點啊？真係～唉，正所謂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？又講埋啲閪話咯喎！屌佢哋咁啊，踏破鐵鞋無覓處。正所謂得來就全不費功夫，區區在下正是咩？正是正陽之事嚇，演在屌你老母閪，拎條撚出嚟同我擔啦咁樣樣。喂，佢有人信嘅喎，你嗰下你先大粒幕喎。好啦，嗱你大家睇下喎，8月29號。警方接獲7點接獲呢個32歲嘅女子報案 ，OK， 嗰個男子就話可以透過性，有個男子話可以透過發生性行為改變佢嘅命運，俗稱性交轉運，繼而即之後啊，有使佢喺
8月28號的凌晨在牛頭角住所裏面跟他發生性行為，即是說呢整件事呢一開波呢第一嘢呢就應該是27號到佢呢，嗱因為佢哋老友社㗎嘛，喂佢話呢就喺 Instagram 度認識呢個男人，呢、這個男人直情喺 Instagram 度就話喂你第日你上嚟嚇，屌、啊、你咪可以同你性交轉運，佢就俾人執咗掣嘅 ，OK， 因為喺8月28號凌晨咧，嗱8月27號認識佢啦，8月28號嘅凌晨即係認識佢嗰日嘅夜晚。呢、這個男人咧就去到佢屋企喎，牛頭角嘅住所喎，就執咗一劑。然後8月28號嘅下晝咧，呢、這個男子卜師就第二日咯，就帶受害人去觀塘一間商業大廈入邊，誘騙受害人用30萬現金開設高回報嘅投資户口，同埋10萬蚊誒愛嚟買呢個購物券。OK， 好啦，其後同一日啊，28號啊，佢再要求受害人加大投資金額，再要求發生性行為。受害人感到被騙，於是報案。嗱，咁講，即係話如果唔去再咩咧，其實咧佢未必報案，因為我懷疑呢個32歲女子係甚或啊，可能係喺半不情半不願，或者半情半願底下咧，同佢搞一搞嘅。你諗下，搞完喺8月28號凌晨搞完之後 ，OK。就跟住帶去個商業大廈入邊，真係咁去消費喎、啊啊。然後佢再食佢滋味，為咗再執佢一劑，同埋再要加大投資金額，啊，佢先發覺自己受騙喎。咁、啊、當然呢等差人類查啦，我有一估啊，亦都可能係其實佢喺30萬俾40萬嘅時候已經知知地啦，知知地嘅心中知道，但係咧都仲有啲猶豫啊。到佢再加大嘅時候咧，你就知定啦。但係冇咁顧你喎，俾佢報到警。好啦。警方就即刻即係收茂平，就即刻去啊刑事調查隊啊即刻接手啦，咁啊拘捕呢個38歲嘅男子。後兩嘢，喂，就睇埋嗰個閉路電視分析，就再鎖定有一個女骨幹成員喎，我25歲，於是乎咧喺30號嘅下晝嗱，全部係呢一兩日內發生噶，就喺呢一個商業大廈入邊咧，就拘捕埋呢個正準備離去嘅25歲女子。嗱而咧。差人發現咧，喂，佢哋近日咧先係連續加租咗呢幾個單位喎，咦，真係由一真係發咗達嘅喎，係咪？警方相信咧，呢、這個犯罪團伙咧營運大約一個月到啦，先喺網上面提供拍塔羅占卜服務作招來，聲稱可以隔空施法喎，改變受害人命運，之後再操縱啊人哋去安排假占卜師同受害人見面。占卜師就用性交轉運誘使受害人博嘢，再氹受害人向詐騙集團投資大量現金。其實博嘢呢度係嗰條撚樣自己加落去啦，哇！定係博嘢嘅時候影撚埋相，於是乎要去投資嗰啲咧 ，OK 嚇。嗱，而家咁睇落去咧，咁啊警方當然呼籲大家唔好信啦，屌你唔撚使警方呼籲啦，你咁撚低能我都冇撚辦法啦，性交轉運。嗱，老實講，似乎係咧呢個。呢、這個假占卜師咧，可能乜撚都唔識，淨係識得呃鳩人。於是乎咧，呢、這個女仔係做乜嘢咧？呢、這個女仔咧，其實就去搞個 IG 户口，甚至答問題，同佢傾偈。OK， 索咗啲基本料咧，就派呢個占卜師出去同佢見面。喐手啦，呃鳩佢啊！咁但係你話點解要用性交轉運咧？你既然呃人啦，係咪卜撚完佢哋覺得屌你卜撚完之後，條女會聽你講多啲咧？真係唔知。定係屌你咁又食牛鈴咧？啊！我幫你手都冇所謂。阿38歲男同阿25歲女，大家拍檔冇所謂。但係啲女出到嚟，如果我覺得 eat 得飽，我要 eat 鳩佢喎 ，O 唔 O 先？誒，我話撚知你啦，你個衰嘢，你咪自己搞咯。即係一係咁樣咯。但係對於性交轉運呢下嘢咧，我真係覺得好撚神秘啦。好啦，最後呢一單，撩你老鼠啊！呢一個嗱，我哋跟進開啊，呢一個。葉文儀何許人也？葉文儀就係嗰53歲總督察喺醫院度發酒癲，又打溝個老母等等嘅嗰、那個。OK， 好啦，審判之後，上個禮拜五喺沙田裁判法院被裁定罪成，判囚15日，緩刑2年啊，緩刑2年唔使受啊。被告庭外表示有意提出上訴。另外咧，裁判官呢一、這個阿陳友芳就話。被告曾經抗拒警員 ，OK，
對於佢未被控更嚴重嘅控罪感到驚訝。嗱，即係個官咧就話：喂，屌你點解冇襲警啊？或者阻止咩嗰啲咁咧？即係俾我就話：喂，甚至乎襲擊他人都打老母啊嘛！嚇、嗯，對於佢未被控更嚴重嘅控罪感到驚訝。咁啊，佢批評被告作為高級警務人員，行為令到公眾失去對警方嘅期望。啊，好啦，阿國官話咧，被告案發時好有侵略性，情緒不穩，啊，語無倫次，啊，所以咧唯一推論咧就係當時係受酒精影響作出滋擾行為，故裁定罪成。因為罪成咧，因為佢係醉酒時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啫嘛。啊，辯方求情就話：喂，呢一單案判罰款得啦，係嘛？被告雖然係警員咧，案發時休班，屬於普通市民咁講，哦，即係平休班又可以做乜撚都得啊。咁啊，裁判官就話：喂，呢一單案咧，我應該考慮判監嘅。啊，點解啊？因為你破壞警隊形象，又花費大量警力。個官話：警方有責任維持社會秩序，但個人行為不檢，社會點樣去需要警方啊？所以無論你當值與否咧，警員喺任何時候都應該遵守秩序嘅。啊，咁佢仲讀出啲警方嘅誓言喎，強調警員要遵守秩序喎。就反問：喂，屌你諗你自己都唔遵守秩序，人哋點信你啊？個官話：對於啊睇完啲片段，見到佢冇被控更嚴重嘅控罪，感覺到驚訝，即係其實彈鳩你呢一個律政處啦，搞撚錯你哋包庇有包庇佢啊！啊，佢話。你喺已經做咗30年當差，而家如果被判囚咧，可能會失去退休金。辯方話：另外需要面對紀律委員會。個官就話：喂，我本來就應該咧係判你判囚15日嘅，但考慮到你真係啊，我都考慮到我冇話唔考慮啊。你做咗30年差人，亦都可能會因為呢家單案面對紀律聆訊同埋失去退休金，所以我先判你2年噶緩刑。嗯，好啦。嗱，其實個官咧係網開一面嘅，因為考慮到你都好撚大鑊啊！你最大嘅鑊就係冇咗退休金，最大嘅鑊就係冇份工，又冇份，屌你退休金先大鑊。咁樣呢啲你考慮咧，即係佢自己唔做嘅嘢，係啊，唔做呢啲事為佢冇事。其實你，我覺得認為唔使考慮嘅，係咯，但係咁都未夠，唔關事。但係咁都未夠 ，OK。散庭之後，被告喺個座位上面企起身，表示未嗌聲心肥，即刻俾個法律代表阻住。屌你老母！你一睇呢啲動作，你就知係咩嘢啦！呢個人，即係佢仲想話咩啊？先心肥，先乜撚嘢？我法律代表跟嚟，喂，撳撚住佢啦！喂，好啦，總結本案嘅爭議，呢個係多撚餘嘅。辯方點解想打呢單？因為嘢咧係醉酒時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。首先，佢哋覺得醉酒難以爭議，就爭議行呢個係咪公眾地方？其實我覺得係白痴。因為當日如果係冇驗呢一個啊，佢唔俾佢驗酒精啊嘛。喂，你梗係打醉係咪醉酒啦？我冇醉啊！我屌你老母！你話我黐撚線，你話我屌你老母閪不受情緒控制都仲得㗎？啊，嗰個係咪公眾地方？一定係公眾地方啦。嗱，辯方點講咧？辯方話發生地點中大醫院7樓唔係公眾地方，因為嗰度係私家醫院，你呢啲係隻假眼嚟啊！公眾入唔到去嘅，而且設有電門作。分隔咁樣嘅argument，你原來咁樣可以做得律師嘅，我都覺得真係即係做大狀呢行都好容易揾錢。但阿官就話咧：，喂，當然唔能夠用私家醫院同埋公立醫院去判定係公眾地方啦。電動門亦都係常用於分隔病房同埋走廊啦。個官裁斷啊，涉事嘅私執病房同埋走廊都係屬於公眾地方，因為公眾地方係可以入去噶嘛。啊，只要可公眾可以入去嘅咪公眾地方咯。啊。會議室入邊你可以同我拗，但個走廊公眾係可以入去嘅喎，係嘛？當然公眾地方咁簡單。好啦，至於被告時案發時，被告係咪醉酒咧？佢話本案咧嗱，你又冇爭議被告有冇喝飲酒，但係關鍵係在於失去控制能力，所以其實條罪都告得唔好。庭上播放由警方拍攝嘅片段，顯示被告在場同警員對罵，唔係對罵係責罵警員，豈有此理！你當我係黃色黑暴啊？嚇、啊！你咁樣對我，你咁樣對自己人，我對你客氣，你話我耍官威。其實淨係呢一句，屌你就真係又真係話我哋耍官威啦。跟住被告又曾經用屌你老母日文講過：，啊你極度啊，攞我手機出嚟啊！
岂有此理，你當我契呀？屌你老母，你現在不是契呀，你是閪撚咗啊。個官話，被告在過程中語無倫次，警員嘗試帶去會議室處理事情，他又拒絕合作，跟住又拒絕動，又嘗試走向雙化方向爭奪警方，形容他情緒極度不穩，不斷重複一些話語，又向護士站掉東西。個官話，被告當時咁有侵略性，情緒不穩，語無倫次，自言自語，大叫同埋掟嘢，行為製造噪音，滋擾醫院病人同埋工作人員，甚至乎無論端端喺度講日本話，暴理不穩。作為高級警員，應該明白唔可以唔合作。唯一嘅合理推論就係當時受酒精影響，或者黐撚咗線咯。阿官，好啦，作出滋擾行為，所以裁定全票罪成。係咪？屌你老尾！警方回應，呢一名休班女警已經停職。亦都表明呢一名女警係駐守元朗分區，你咪上訴咯。我覺得呢單嘢段路正啦，屌你老母閪，冇判刑都冇啊，等你咁撚過癮啊，休息休息。